双手摊开，砖块不掉。如此神奇的一幕发生于1975年，超高的手法，即便是魔术师都做不到，甚至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魔法。大师正在表演切砖，随着手中砖块越来越多，神奇的一幕直接发生。当大师将双手分开时，右手上的砖块却没有掉落，难道这砖块用胶水粘在了一起？为了打消观众疑虑，大师在拿上所有砖块后直接向空中抛去。从慢镜头我们可以瞧见，砖块在空中确实出现了缝隙，那么也就意味着眼前所呈现的一切均为大师的手法。本以为整个表演已经结束，可下一秒大师又抽出三块木砖，而后再次上演奇迹。只见大师将三块木砖一字排开，随即直接打开双手，神奇的一幕再次发生，砖块竟真死死吸附在右手，没有任何掉落痕迹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发出疑问，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超能力？为何在大师的手中，所有的砖块宛如没有重力？这显然已经打破常人认知。根据业内人士解释，其实砖块本身没有问题，只是贴附在一起，能够产生一定的摩擦力，而大师则利用摩擦力，最终呈现出了这神奇一幕。